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，对卡霍夫卡水电站堤坝被破坏表示严重关切，对由此造成的人道、经济和生态影响深感担忧。我们呼吁所有冲突当事方遵守国际人道法，全力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。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当前形势下，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，共同推动局势缓和。